今天我媳妇儿终于舍得中午起来做饭了。你做的是啥呀，媳妇儿？茄子。啥茄子呀？中国茄子。中国茄子是不是？你看，切好土豆了。中国茄子，俄罗斯 style。中国的茄子，俄罗斯的做风格做法。嗯。有一天我奶教他的，他给那个都写到本上了，记下来了。现在茄子下锅，就往那个盘上一放，也不放盘子里。掀开抽油烟机，扒了。根据我媳妇的她的风格呢，就是一个菜在锅里扒了，扒了一道冒烟，截止，扒了吧。干嘛呀？我俩就这么教你的啊？我忘了。那哪有？你那么多教你忘的，我忘了。茄子，哎呦我天哪！你往里边放的水，还没开始炖你就放水，没用了，酱油，酱油没有了。没事，油给你。什么玩意儿？你炒的干巴糊巴的，土豆也不能现在放啊，等一会儿炖成茄子再放啊。像我做的是你咬牙瞅我啥用 ？OK。哎呦我的天！再放放放放水。滚你妈的操！你就做茄子啊？你做吧，做啥吃？做啥玩意儿？行，没事儿，你就做吧，就做啥也不知道。哎呦，我不做了。来你做吧，他整那玩意不行。一样好吃。老将出马吧，还是？你给我发视频。发视频啥呀？那这个我策划的啊，摆拍就摆拍呗。好看吗？奶奶做的，完了，然后一会儿录视频说是你做的。那我给我呀。行。